我说你怎么突然就没了？我去你直播间，我就下，这不我下去了。我说我的手机直播间就晚上下播了。哎呀，你急啥呀？你真是的，心急都吃不了药的，不在这些，我都没在里，我没关系啊。我很早就下播了，我差不多就是9点多10点钟我就会下的，你还在的，我就进你直播间看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不是一下就搞定的事情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也不用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没关系的呀，嗯。我也没有，哎，杨姐的，杨姐是在你直播间认识我的吧？应该是哈、哦。是的，小心我。是的。其实我在你直播间都是来气冲冲的，都是来气冲冲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让我让他是让他关注的，欢迎用户。哦，欢迎手指手指，晚上好，手指。又来了一个西瓜的，对吧？西瓜的，感谢这个西瓜的人。这是我手指的。这是我亲手指，啊、哦，亲嫂子啊，哎对、嗯，谢谢手指，谢谢手指，我刚才和刚才的节目卡下播了，我是第二场。对呀、啊，林子一样的林子，哎呦林子，你还不说，我还忘记在你我在你直播间待那么久了。我是我一个是我在西瓜视频上认识的一个大姐姐，哎、感谢。嗯，西瓜视频上好人多嘞，真的好人多嘞，好人多、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抖音我就不知道。哎、林子，晚上好，林子怎么你也把你闹到抖音上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把你也同步过来了？昨天晚上没有啊，就是今天吗？酒吧说你好你好，我也忘记那个林子妹妹，我都忘记加入粉丝团了，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这个人比较大大咧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有点大大咧咧的，我也拿我自己没辙了，真的是。